Hello， 大家好，我是 Cairo 的 Pang。 那么今天我们回到来我们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 OK， 距上一集也是非常过了非常久的时间啦。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终于让我们等到了回来的时候啦，我们终于舍得回来我们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了。 OK， 现在是春天，然后上次我记得，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上一次结尾的时候就是出了一点小问题。OK， 我们的 video 出了点小问题，结果呢我就在后面的时候突然间没有说话。其实不是没有说话，是我不方便说话，不然的话会整个当掉。结果呢上一集呢我们的也是干了什么。 OK， 我们上了贼船，我不知道那个什么鬼船，我们上了贼船，上了等离子团的那一艘船。结果他们打赢了他们几个人之后，然后我们就被赶下船，然后船就消失掉了，凭空消失掉了。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哪里，我几乎已经忘掉了，我几乎已经忘记我们现在是在哪里了。等等，我们要找的是 Pokemon Center， 拜托拜托 Pokemon Center， 这里是哪里来的请问。 OK， 上次我们是在这里参加那个什么鬼比赛嘛，然后我们拿到了总冠军，开玩笑。哦哦，这个是之前不能进去的是吗？现在可以进去了。 OK， 好了，我们现在去找 Pokemon Center， 我们的 Pokemon 已经全部冬过水了。OK， 穿一个，哇，连续过两个季节，冬天变成春天，连续过两个季节，真的是神奇。哦，这里是反卷吊桥，反卷吊桥。OK， 我们 Pokemon Center， 歹楼，你可以进去吗？你可以进去吗？为什么你死都不进去的？为什么？不明白。好了，那么其实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们下一步是要干嘛的。好了，看一看我们的 Pokemon 有谁我都差不多忘了。 Tiff、 Sobby、 Ton、 Timo 还有 Flyer。 OK， 我们的 Flyer 是上个刚刚抓来的 Flyer 嘛。 OK， 好，拜托告诉我现在我要干嘛。我已经完全忘记我上一集玩到哪里去了。 OK， 我们先去那个洞吧。 OK， 我们先去那个洞，他说什么鬼有奇怪声音传来的那个洞，我们先去那个洞探索吧。 PWT， 我要 Rebel。 哦，我只有一罐 Rebel。OK， 有十罐 Super Bell 还好。OK， 幸好我有准备，幸好我有买。为了让精灵学到技能，我在收集碎片，碎片能在飞尘中找到，不过还有精灵会出现的小概率出现。超链接世界中梦境任务，发现宝物，追加慢流。哦，这是蓝碎片。OK， 所以就是在这种这样子就可以找到了一些碎片是吗？对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请问我不懂。有圈都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来的？ OK， 有圈都在活在这个洞里面。穿山王，哦，32 level 的穿山王，跟我们的 TF 同样 level 了，不过我不怕你啦。夜刃斩，我们有学了我们 TF 的拿手技能夜刃斩。可是为什么打不死你？你还 dig 啊，敢挖洞啊？那个人挖洞，妈的，那个人在挖洞哎，靠北。好，你既然你，按错了，按错了。既然你挖洞的话，那么我就用 fire 啦，你给我记着。反正你挖洞，你是打不到 fire 的嘛。OK， ground type 对 flying type 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就用泡沫光线去死吧。耶，哦，这是什么？为什么有个洞的？这个是要用那个 string 是吗？那个 string， 哦对了，就是要用这个推那个 boulder。我们有那个 HM 了吗？我们好像没有那个 HM， 我不记得了。
我真的什么鬼都忘记了。Hash M， 飞天怪力，怪力是什么？哦，可以耶，我们已经有怪力了，已经有 strength， 浑身力气推攻击对方，推动沉重的岩石。哦，我们已经有 strength 了，原来。可是谁可以学习 strength 啊？请问，能够学习的都是我想要。哎呀，能够学习的都是很好的 Pokemon， 我不希望让你们学习这种烂招啊！而且 HM 好像是不能，我不知道在 Pokemon Black 2里面 HM 是可不可以直接被 forget 掉，可是在其他 Pokemon 游戏里面 HM 是不能直接被 forget 掉的，要很麻烦啊！算了，我们交给 Timo 了。Timo， 反正 Timo 有啃咬跟咬碎，我们就暂时。哎，还有那个沙地狱啊，沙地狱忘记掉了，沙地狱垃圾来的。OK， 我们学了 string， 耶， yeah， 果然，哇，退啊！呜呜呜哇哇哇，很痛哦。OK， 好了，为什么你挡这条路？喂，这条小路。这条小道好像是很久以前修炼的。山洞里面的 Pokemon 都是一般的差，永远都是一模一样的 Pokemon， 我不明白啊，我真的不明白。石丸子，杀不死就用交给 Flyer 给他 last hit 了，因为如果给 Flyer last hit 的话，他可以拿到比较多的 experience。Oh my goodness, no, shit！ 我忘了你是 Rock type Pokemon， shit， fuck。shit， 我的 flyer 剑就死掉了，靠你阿掰，我的 flyer 剑就死掉去了，我忘了，我真的忘了，真的忘掉了，啊，真的忘了你是 rock type Pokemon， 可是你 rock type Pokemon 你用 rock slide， 他用 rock slide 直接杀死 flyer 了，这有点不科学啊，我的 flyer 有这么烂吗？我的 flyer 这么烂的吗？天哪，烂到太离谱了吧？哎，哦。原来他没有挡子啊，切！哎，麻烦 ，Pokemon 罗丁地鼠就不要烦呐、啊，这么差了就不要烦好不好？哎，烦死人了，真的是！攻击资源。首先不要出大力气，你在讲什么？拉达，哦哟 ，Red 达达哦，哎，不是 Red 达，这是 Red 达吗？不是 Red 达达，这是 Red 达还是什么大？这是什么鬼大？我忘了你叫什么大了，你叫什么名了？请问，交给 Shopee 吧，因为我不懂要交给谁了。我不能交给谁，就交给 Shopee 好了。Ouch！ 烧死你啊 ！OK， 果然真的是烧死你了，烧死你了！报恩，谢谢你，我要报恩你。妈的，我的报恩还是这么小力的，我的报恩还是没有 damage 啊。不过没关系，报恩呢在。过后就会越来越痛了，命中要害 ，fuck you，what？ OK， super 32 level， 跳33 level， 哎呦天哪，我的 Pokemon 要死光了，全部都是，我们下一只交给 Timo。我的 Pokemon 死光了，真的是天哪！
这个洞到底是什么洞？我们有 surf 吗？我们有 surf 吗？我们好像没有 surf。OK， 我们没有 surf， 所以我们不能过海啊。我们还不能过海哎，没有 surf。只能用挖洞啦，只有挖洞才能对 rock type Pokemon 有效，其他都没有效啊。哎，这什么？这是 steel rock 哎。喂。自信过剩。提莫真的是一只骄傲的 Pokemon 啊！搬运小将、哦我不能让他打到我，让他打到我就完蛋了。他是 Fighting Type Pokemon 来的，我是 Dark Type， 他对我来说是 Super Effective 啊。Oh my goodness！ No！ 够了，痛啊！这么痛啊！气死了，这里的这里的拳头太强了吧！我的天哪，这里的拳头好强啊 ！Fuck you, bitch！ 我的天哪，这里的拳头太强了，我要死光了 ，Pokemon。哦、我差点忘了一个东西，我们刀镜 machine， 我忘掉我们有刀镜 machine 了。哦，这里有个蓝碎片，我差点我都忘了用我们的刀镜 machine 找 item 了。哦，有个金色喷雾器耶。哦，我们回去之前的地方找 item 吧，因为我真的忘了找 item 了。没有 item 的 ，What the hell？ 哦，已完成下载 Never Ending Nightmares。OK， 我正在我的电脑当中，我在我的 Steam 在下载这一个新的游戏。OK， 那么现在已经下载完毕啦，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去玩一玩游什么新的游戏。哦，下面有个 item 哎，我不想跟你，我不想打你，我不太想跟你战斗，请你转过头吧。绿碎片。OK， 来吧，哈哈，我傻了，我跑去经过你面前，可是算了吧，来吧 ，Come on， 超能力系了，新蝙蝠啊，33 level， 开玩笑。我只剩下两个 Pokemon 是。可以 battle ball 了，天哪，完蛋了！这是什么来的？冥想是什么？哦，这是什么 ？Come my 是吗 ？Come my， 喂，你够了我喂！我有点担心我会死哎、欸、，OK， 我没有死，很好。啊他妈的！我觉得我们要用一下po item 啦 ，OK， 不然的话我的 Pokemon 真的会全部死在那个鬼洞里面。好了，我们先恢复一下我们 Pokemon， 我们的 Pokemon 全部要死掉了，真的是。我们只有三罐高级伤药啊！天哪、啊！
三罐高级山药有点不够用哎。我要让我的 Fire 复活，我有，请问我有 Revive 吗？请问我有 Revive 吗？我有 Revive 吗？我没有 Revive 哎。哦，那我没有带 Revive。哎，等等 ，Revive 是在什么栏？哎，好了，我没有带 Revive 来，开玩笑，我没有带 Revive 来，我没有买 Revive。哇，这个洞好大！Oh fuck! OK， 金色喷雾器。我到底还有多少罐 Rebel 我都不知道了。哎，我不太想战斗了，我打算 skip 掉。这里有个，这是。喂，我们回到来飞云下水道了。喂，似曾相识的地方哎，我们回到来飞云下水道了。What the fuck？ 哎，哦 ，OK， 下水道也会遇到 Pokemon， 开玩笑。Zubat， Oh my God， Zubat， 好久不见， Zubat 又回来了。哎，我到底有多少罐 Rebel 啊？我这剩四罐 Rebel 罢了，天！我这里在哪里啊？请问？我们回到来飞云寺了，我不要来飞云寺，我来飞云寺搞毛啊！怎么这里我没有来过吗？等等，这里是哪里啊？我完全忘记这里是哪里了，天哪！我觉得我的 Rebel 会用光了，因为我怎么过去啊？我没有设法开，妈的！好了，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哇，这什么来的？什么鬼东西 ？Pokemon 吗 ？What the fuck？ 好，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出去买 Rebel， 不然我会死在这个洞里面。我不能死在这个洞里面了，我要出去外面透一口气。哎，我不要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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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去买一下 Rebel、哦、我们回到来飞云寺了，回到来这个飞云寺了。哎呀，早知道我要回来，早知道我要回来 Pokemon Center， 我就不要浪费我的 Hyper Potion 了。哎呦，真的是傻惨了，我真的是。我真的是世界上神经最有问题的 Pokemon Trainer 了，真的是明知道要回来 Pokemon Center， 结果我还跑去用 Super Potion， 还跑去用 Hyper Potion， 天哪，有问题，神经有问题。OK， 买十罐 Hyper Potion。然后 ，OK revive 啊，我们有 revive， 原来我有两个 revive。OK， 那么现在买多八个 revive， 好了，然后我们直接买金色喷雾器。OK， 金色喷雾器买13个。OK， 好了，应该够了。其实我们的钱是可以乱乱花的。Pokemon 在 Pokemon 里面的钱是可以乱乱花的，因为你不花的话，你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用了。其实我都买的很少罢了，我其实可以直接买20多罐，20多罐30多罐都不是问题了。
好了，我们又回去这个鬼洞里面了，回去探险这个洞了。OK， 用我们的金色喷雾器。下水道不能用自行车。OK， 下水道是不能用自行车的。哦，我记得了，这里之前被人阻挡着了是吗？这里之前被东西挡着，所以我们是进不去的。现在我们可以进来这里了。OK， 我知道了。嗨。为什么这里的全能没有跟我战斗的？你们是全能来的吗？请问，还是我们之前有进过来这里？哦，我知道了，之前我们是进过来这里一趟的，我们之前是进过来这里一下子的。哦，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要告诉我，我就上不去了。原来我是从此就从这里上不去了，是吗？你呀妈的，我明白了，原来我是从这里上不去了，那么我就出去这个洞里面了。 OK， 我们要挖洞离开这个地方。我会出去哪里啊？哦，我出到了飞云室外面，所以幸好我们有 fly， 我们有 flyer， 我们可以 fly， 我们可以飞回去反卷室。我要回去反卷室。开玩笑，反卷室有个洞，反卷室的洞可以的这个 PWT，翻卷室的 PWT 有一个洞可以直接连接到来飞云室啊，这么远的吗？开玩笑，你的洞这么长的，从海底通过来的洞吗？OK， 好了，我们回到来这个鬼洞里面。啊，被骗了，真的是被骗了，开玩笑，好像傻佬这样，真的是整个傻瓜这样。红碎片，好了，你要战斗是吗？你要战斗吗？来了，我跟你战斗了，麻烦 ，Come on， 来吧。反正我的 Pokemon 全部满命了，我就来跟你玩到玩个过瘾，玩个痛快。天平偶，天平偶是 Physic type 的，所以对他 Dark type 对他是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啦。哭哭面具是什么？哦，是你啊，哭哭面具，你就是哭哭面具啊。OK， 这里是哪里？哇，这什么鬼？古代之城 ？What？ 等等，这里有个门，这什么来的？这是什么鬼地方？为什么我来到这样的地方了？太阳石哎，哦 ，Sunstone， 虽然不懂是什么，我只是知道这个是让某种 Pokemon 进化的 Stone。OK， What the？ 这是什么 Legendary Pokemon 吗？这是 Legendary Pokemon 吗？等等，那是什么东西来的？我有没有带 Pokeball 来？我们有一个 Ultra Ball， Quick Ball 一个，
Pokeball。OK， 我们有11个 Pokeball， 很明显不够。Why？ 这是什么鬼地方来的？等等。OK， 我们先回去买 Pokeball， 因为我要那看起来那样，那只 Pokemon 好像是一只很强的东西。虽然我不懂你是什么，可是好像很强。哦，有个高级球在这里。OK， 为了安全起见，我先回去买 Pokeball 啦。回去买 Pokeball， 然后我们再来抓这只东西。好了，那么各位，我们稍后再回来。好了，那么各位，我们买了很多粒 Ultra Ball 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买了很多很多 Ultra Ball，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抓我们的那只 Pokemon 啦。虽然我不懂它叫什么。咚咚咚！噗一噗 ！Come on！ 哇，这什么鬼来的？火神虫 ，Bug type Pokemon 吗 ？Bug and Fire type Pokemon 是吗？哇，很恐怖啊！为什么我好像，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只东西这样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你。OK， 赶紧用我们的 Quick Ball，Quick Ball， 一见面就用 Quick Ball 的话，就可以，说不定可以抓到呢。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我就 Quick Ball， 他妈的，我只有来一粒 Quick Ball 就抓到了，他是怎么回事啊 ？What the fuck? Oh my god！ 我买了这么多 Ultra Ball， 我买了20粒 Ultra Ball， 结果用一粒 Quick Ball 就抓到了这只火神虫了。你这个是在跟我开玩笑吗？1.6米的46kg 的火神虫，太阳精灵，太阳的化身。What the fuck？ 你是什么东西来的？我们先帮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他叫太阳的化身，所以我们就叫做 Sun。Sun 的话太难听了，我们叫做 Sun。OK， S N Sun。Sun。这里有其他东西吗？这里什么都没有。好了，我们挖洞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啊，拿到了一只新的 Pokemon， 叫做 Sun 火神虫 Sun。我们的新的 Pokemon 呢？虽然我不懂它是什么 Pokemon， 我真的不懂你是什么类型的 Pokemon。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当成我们的其中一个 teammate 呢 ？OK， 我迫不及待快点去 Pokemon Center 了，拜托你走快一点好不好？他妈的，我买了20个 Ultra Ball， 结果我只用了一个 Quick Ball 就抓到了它了。好，整理一下，火神虫。OK， 看一看。哦，虫哎 ，Bug and Fire type Pokemon。兔丝细血，起风，火焰漩涡。其实我们应该不需要它了，因为我们已经有 Taunt 了，我们已经有 Taunt 在我们的 team 里面，所以我们应该不需要 Fire type Pokemon 了。OK， 所以这个火神虫那里是什么来的呢？火神虫为什么突然间会找到一只？我会在无端端之间找到一只 Legendary Pokemon？ 其实你是 Legendary 吗？你应该不是 Legendary Pokemon 吧？应该不是 Legendary Pokemon 吧？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了。好了，我真的不懂要怎么做了。那么就暂时这样吧。好了，那么各位，今天我们莫名其妙的抓到了一只新的 Pokemon。新的 Pokemon 虽然我真的不懂你是什么东西来的，可是我们真的莫名其妙就抓到了一只 Pokemon 了。好了，那么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 大家再见，拜拜。我要好好的去找一找。我们下一个地方是要去哪里了？我真的不懂，我真的完全没有头绪，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OK， 那么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跟着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 大家再见，拜拜。